近排袁彬道新剧《爱的迫降》大受欢迎，连带首尔都掀起咗一股复古潮先锋。云大附近啱啱开咗间以北韩做主题嘅餐厅，就咁喺门口已经好大声听到北韩歌啦，好有气氛噶。单睇建筑嘅外形已经好抢眼，入到去连内部装修都一样咁有潮先 style。哇，好得意啊！呢度仲有韩服俾大家着噶。穿住韩服仲可以去佢哋个 photo 室影相噶，我系咪好似嚟咗北韩咁咧？呢度仲放咗唔少北韩做嘅生活用品。而呢度南韩、北韩风格嘅菜式都有。呢度有几款特别受欢迎嘅北韩小食，就好似呢款糯米肠咁。平时南韩咧，佢哋就会食肠咧，就会包呢个冬粉食嘅。咁但系北韩咧，佢哋就会包糯米啦。另外咧，就仲有佢哋最中意、日常最中意食嘅粟米饼。加上呢度嘅啤酒都经过重新包装，用嚟打卡一流啊！而餐厅会开到凌晨三点，加上有两层用餐位置，唔怕嚟到要等位，仲可以同朋友慢慢饮下酒、倾下偈添。